我们的五只小象呢，第一个呢是在今年的5月份的，第二头呢是6月份，第三头呢是7月份，第四头呢是8月份。最近的小五呢是10月25号才出生的，它出生的时候的体重呢就有128.5公斤，目前这五头小象呢的状况非常好。 我们这一批非洲象呢，是2015年的时候从津巴布韦当时救助过来的。它过来这边之后呢，就经过饲养团队的精心照料，包括现在呢，目前的状况呢都非常好。目前呢，已经生了5头小象，另外的还有几头都已经在怀孕了。我们呢，未来呢，要从年底到明年呢，陆陆续续还有5-6头小象要出生。